针对面板组装做全自动化，也就是说取代胶带跟螺丝。那像 OpenSeal 这一块的话，我们就针对遮光胶，黑色 UV 遮光做一个这个推广。那最主要是针对全方面的 assembly 的组装，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强调的就是所谓的取代胶带以及取代螺丝啊，比如说像我们做美背设计等等，那就可以利用这个水浆，就是水性的接着剂来做这个自动化的生产。当然基本上热忱是一定要有的嘛，是。那专业当然可以后续再来训练。